真暗才走啊。所以迄个时阵，我就讲，哎、欸，安尼特动的，搁刷看伊要来唱无？安尼，啊，无想着伊搁家己自我推荐，搁写一个迄、那个小企划，搁做一个 PowerPoint， 你知道？所以这个时阵，我就想讲，哎、欸，要安怎来办一个较好的、无简单的一个聚焦吼？啊，我想，如果也是一方面，12年庆内底有这个意涵，一方面。会使和台湾的农村、农业、农民，还是少年人有结合，一个方面对咱挖掘新的人才，我感觉这嘛是不离啊赞的一种啊一种气氛安尼。所以这时阵我就拗着唐爷来讲伊过去家己去旅行的迄个过程，然后我们知影每一个人一生迄个人生安怎规划你的旅行啊。同我已经一方面是往旅行12年。我看到辉师傅个，但我想，欢迎你继续拼12年啊！我都来回，我搁12年，45岁啊，呢吼，我都会当含健全疲劳啊。健全这差不多，我今仔无放跑分个，伊是我2000年，拄啊好1999年开嘛，不足几个月了就出现啊，伊到今嘛拍死无走。无简单，即摆坐一塔门边，迄落咧脱衫有无？你啷知影伊个衣裳？好吧，咱一个掌声来迎接唐爷。让他不用去休息。哦，对，无休困2分钟，互伊遐休憩一下。小朋友要佚佗，可能爱外口。阮册店有书以来，啊唔捌有小朋友即个礼拜三出现。阮礼拜四、礼拜五比较没人，最适合。迄落欢迎来值班顾店。